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我刘教练在这个圈子待了将近30多年了，我什么没有见过，就自己的这个现象没见过而已，其他的大概都见过。我看到了蔡依林，看到了杨丞琳，我看到了种种这些明星艺人，都是从无到有，无到有，就你没有。什么叫我们没有？卖假燕窝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，刘畊宏直播破四亿赞，做对的人。我们同心协力，一起度过难关，一起面对挑战，充满信心不害怕。刘畊宏靠着抖音直播健身红一波，却卷入卖糖水假燕窝，险些黑掉。31号，他发文保证退费止血，澄清卖出的177单，当年就已经陆续赔偿，赔付行为也会无限期进行下去。当晚夫妻俩也照常开直播，解锁四亿赞的新成就。拉开女孩们，按赞，点起来！我刚刚看到有很多人在刷什么，知道？刷守护教练。对。我突然觉得很感动，大家来守护我了。你看看，你要相信我，你要知道我。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们非常了解，当你的影响力越大，你的挑战跟困难也越来越多。对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说过了，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对的事情，做对的人。今天微博热搜，刘畊宏带货假燕窝公司已被吊销，跃上排行榜。提起假燕窝厂商，2019年成立，因为虚假宣传，涉案产品标签存在瑕疵，2021年被罚款200万人民币，吊销营业执照，并多次啊因为网络购物合约纠纷遭到起诉，同时存在2条被执行人讯息和1条限制消费令，被执行总金额高达3496万人民币。我们就站出来，去承担你该要承担的责任。有时候不小心黑暗来了，我们就让光出现。对，黑暗就走啦。我们呢要做行善的事情。你知道那天我在抖音也发了一个关怀这个一出生就有问题的孩童，我们去关怀这些家庭。我跟 Vivi 常年间，我们不仅捐款，而且我们代言，然后大概有将近快10年的时间，有好几个公益单位。但是为善不于人知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我刘教练在这个圈子待了将近30多年了，我什么没有见过，就自己的这个现象没见过而已，其他的大概都见过。我看过周杰伦从无到有，五月天的鼓手是我同学，我看到了蔡依林，看到了杨丞琳，我看到了种种这些明星艺人，都是从无到有，无到有，就你没有。什么叫我们没有？我什么没有？我最早有家庭，最早我就有，好不好？所以没有问题，越战越勇。生活就是要有一些挑战，不要害怕。是金子总会发光，虽然有时候人很正常，我们一定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会想生气。你看我们一起是不是遇过好多事情？好多事情了，我们真的一波又一波，然后你们鼓励我们一波又一波。耶！好了，今天我们不会感动掉眼泪，今天我们就是要坚强着，期待要勇敢来冲破难关，更好的你我是多么期待。难过的时候就把我的视频打开，他日再相见，让我的表情捂得口袋，掌声鼓励一下。